大家好，我是王狗。我们今天四个人呢来到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这个废墟呢，它占地9000坪，做一座的像透天的方格子，然后每一座都是废弃的。那为什么我会来到这边呢？因为有一个网友他投稿了一个事件，那希望我可以来这边寻找一间有女鬼头的房子。那那个故事是这样子的。某一天，我跟我的一群朋友，我们总共四个人来到这个西滨公路的废墟聚落这边探险。那我们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是灵异体质，而且他也曾经来过这边。他来这边之前，他跟我们说这边是他去过最恐怖、灵魂最多的地方，所以来的前一天跟他做法师的朋友拿了一张镇魂的符咒。到那一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聚落，我们四个人浩浩荡荡的沿着这条大路走进来，到遇到一个十字路口。这时候往右边走，走过去右边的第三间房间的时候，我跟朋友看到里面有一张桌子还有一个椅子。灵异体质的朋友就说不要往那边看，里面有一个怨气非常重的女鬼，她只是一颗头。他讲的当下其实我们都不太信，想说也有可能只是他想要吓我们，装神弄鬼。就在我们这样心想的时候，听到一个女生跟我们说请。这一刻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到，然后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可是那个灵异体质的朋友呢，他叫我们不用紧张，他认为这个女生是有一点冤情的，所以那个朋友他就指引我们再往更深入的地方走。结果我们看到了房间的角落呢，有一个红色的袋子，像是红包袋。那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东西，就会联想到那些冥婚啊等等之类的仪式，就更加深我们的恐惧，猴急的想要赶快离开这个地方。就在这个时候呢，那个朋友说让他做最后一件事情，他拿出了他的那个镇魂符，贴在了墙壁上，喃喃的念了一些咒语。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听到砰的一声，窗外面有一个黑色的影子，就这样子飘了过去。我是看到黑色的影子，其他的同行友人呢说他们看到那个影子。其实就是一颗头。这房间呢就在直直走进来的右转，但是我已经忘记是哪一间了。如果王鬼有兴趣的话，可以去那边找看看那间房间，或许你会看到我朋友贴的那个符咒，还有地板的红包袋。有什么收获，请你再记得拍下来让大家知道。对，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四个寻找看看到底哪一间有他讲的符咒跟红包袋，那我们就在那边拍照看看，或者是看会录到什么东西。那我们就出发吧。对大家，我们住的地方，然后现在呢，我们走进来，的确就有网友说那个十字路口，不过呢，他好像没有提到说进来之后是直接往右，还是说走到下一条再往右。但是我觉得我们就先往这个右边看看会不会有他说的那个红包袋跟符咒。好，我们走吧。我们是要一间一间的进去啊。现在左边有一间，我们先去这一间。打扰了。看起来是没有，对不对？看起来是另外一个房间。哇，还有三楼哎！好，因为那个网友说好像没有上楼，所以我们先往其他地方找，不然人家感觉走不完。这里有一个叩一声，吓死我了！好，走走走。哎，没有啤酒啊。哎、欸，真的、欸，有符咒吗？应该是没有。没有，哦，那应该不是这一间。好，那我们现在去右一。右一右二来的。右一右二，同一间大间的。哇，工程师，怎么了？这是什么年代的？Windows 98吧。洛城不是缺电脑吗？是右耳了还是通的？哇，这里的符咒还有那个哎、欸，他们有声音，有听到吗？风声。为什么都会有建筑物的声音啊？风声吗？
我的木头扶手，而且还没有拆。我看一下上面是啥。嗯，一样。好。你去左一。哎、欸，这里，网友不是有说有桌子椅子吗？嗯，所以就那个，哦，桌子椅子就是它，感觉就是一间，有一，哎、欸，那个投稿的网友就说，哎、欸，还有帽子、欸，他就说是有桌子椅子，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一间，还有一些打扫用具，然后他说有在这个桌椅上有看到一个人，有没有他说走？刚刚没有，是二楼。不然我们在这个座椅这边拍一张看看好了。有人烧香？有，很多间都有。这里是左三左四嘛，对不对？这感觉蛮不好过去。那我们用看的，因为这感觉过不去，有吗？没有。好，那先记住左三左四，我们先 pass。先往后看。那我们再往后一点。哇！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后面那几间全部都进不去，因为全部都被草挡住了。那我们现在呢，就去我们前面进的第一间有桌椅那个，我们先上去二三号看看，看会不会看到什么。这一间吗？是电脑吗？对啊。对，这是干的。要小心，我就知道这个品牌很多。哦。好。对。想一下，这是松松的，有吗？不会，可以。哇。哦，亨利水德哎。哇，这里真的是一间又一间的。没有东西。我发现了，他们每一间是通的，他们二楼都是通的，通了很远。哦。我们走，我们去看看。好通哦。OK。没有没有。嗯。没有那个网友说的那些。没有上不去，太围墙。我们走那边再去。现在没什么，那我们去，可能要去其他间看有没有地方通。是在讲那个吗？应该不是吧？是吧？对，找到了，是这个吗？是吧？他是说红包袋，对不对？没有，因为你不想那个。这个这样碰可以碰吗？这是怎么回事？
刚好这个车子有点矮，对，所以我们降慢下来。那现在就是我们刚出来，一开始看到的时候把我吓到，后来觉得还好，可能是有人来纪念祖先嘛，毕竟我们刚才有拍到那个香，那时候哎也对，但是又说要纪念祖先，怎么会有来这里纪念往生的人？就像你们大家在忙着瞧相机的时候，我就有一声。的声音在你耳边吗？还是就感觉在楼上？那你没有马上讲，没有马上讲，因为你不敢。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打扰到人家，其他就是可能摄影机应该会录到了。我觉得我会听到一些什么炸弹咚咚的这种声音。后来有走到二楼上面自然声音了。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如果喜欢我的朋友的话，可以帮我点个爱心，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拜。K's Creators at Taiwan 是为台湾新媒体创造者打造全新平台。想多了解 K 的话，就下载哈米 Video APP 进入 K 的网红馆吧。